兄弟们，咱们的利刃三终于到了，这时候入手这双鞋，我肯定是又当韭菜了。但是谁让粉丝们都喜欢呢？这个纯白配色的颜值，大家觉得还 OK 吗？你觉得目前哪个配色最好看？我就想知道穿这双鞋去球馆，前台的小妹妹能不能多看我一眼？说点正经的，有一点还是让我挺意外的。你看这双鞋，各种小塑料片真是没少用，而且大底还使用的是 TUF RB 耐磨橡胶。但是这双鞋真的挺轻的，轻量化的设计应该和鞋面有很大关系。这个材质看起来和闪电9的鞋面很像，回来实战看看，希望鞋面的支撑性不要太拉胯。